越南开广塑胶的话，就是2008年在越南投资买地建厂，2009年年底投产，正式投产。海天的服务应该是很 OK 的了。做如果机器设备有需要上门服务的，打一个电话，我快了5分钟就到了。这个是最吸引我的。所以我们后期前前后后跟海天应该买了65台左右，就是后面的话全部就买成这个海天机了。